的柯基犬最喜欢咬着绒毛玩具不放，任由主人拖行，在原地绕圈圈。新闻最后带您快来看看，也感谢您今天的收看，我是舒凯文，祝您顺心平安，我们再会。 欢迎收看国际财经脉动，给您不一样的财经资讯。我是舒凯文。美股创新高，美元指数走强，再度引发市场忧心。巴黎时装周各家时装大厂打造史诗级布景，法国名牌圣罗兰在巴黎铁塔前设计了露天伸展台，让 model 在水上走秀，带您快来看看。感谢您收看国际财经脉动，我是舒凯文，我们再会。